赐给他，使所有信从他的人不至丧亡，反而获得生命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平安，全部平安。圣若望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说我们是认识天主，我们就应该遵守他的诫命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遵守他的诫命，而说我们是认识天主，那我们是骗子，我们是说谎的。那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，我们是属于哪一个？我们是否是真的是认识天主，或是我们是撒谎的呢？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准备我们的心，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，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。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。天主在天受光荣，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。主天主，天上的君王，全能的天主圣父，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美你、称颂你、朝拜你、显扬你、感谢你。主耶稣基督独生子，主天主，天主的羔羊，圣父之子，除免世罪者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世罪者，求你福听我们的祈祷。坐在圣父之右者，求你垂怜我们。因为只有你是圣的，只有你是主，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，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全能无形可见的天主，你以真光的照耀驱散了大地的黑暗，求你仁慈地垂顾我们，使能以真诚的歌唱颂扬你唯一圣子的光辉圣诞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亡。阿们。恭读《圣若望》一书。亲爱的诸位，如果我们遵守天主的命令，便会知道我们认识他。那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命令的，便是撒谎的人，在他内没有真理。但是谁若遵守他的话，天主的爱在他内才是圆满的。因此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在他内。那说自己住在他内的，就应当照他所做的去做。亲爱的诸位，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，而是你们从起初就领受的旧命令。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的道理。然而我写给你们的也算是一条新命令，这在他和你们身上都是真实的。因为黑暗正在消逝，真光已经照耀。谁说自己在光明中，却恼恨他的弟兄，他到现在仍在黑暗中。
凡爱弟兄的，就是生活在光明中，他就不会跌倒。凡是恼恨弟兄的，就是在黑暗中，也在黑暗中行走，他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因为黑暗弄瞎了他的眼睛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愿诸天欢乐，愿大地踊跃。愿诸天欢乐，愿大地踊跃。你们要向上主高唱新歌，普世大地要向上主咏唱。你们要向上主歌唱，赞美他的圣名。愿诸天欢乐，愿大地踊跃。日复一日，不断宣扬他的救恩，在列邦中传述他的光荣，在万民中宣扬他的奇能。愿诸天欢乐，愿大地踊跃。上主创造了诸天，威严和尊荣做他的前导，他的圣所充满威能和光耀。愿诸天欢乐，愿大地踊跃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圣言成了血肉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凡接受他的，他赐给他们全能，成为天主的子女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阿列路亚，阿列路亚，阿列路亚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阿列路亚，阿列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恭读圣路加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若瑟和玛利亚按照梅瑟的法律，到了娶姐的日期，便带着孩子耶稣上耶路撒冷去，把他献给上主，就如上主的法律上记载的，凡是投胎的男孩都要奉献给上主。他们也依照上主法律的规定献上祭物，一对斑鸠和两只戌鸽。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莫安，这人是虔诚的一人，一向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而且圣神也在他身上。他则蒙圣神启示，知道自己在去世以前必将看见上主的受父者基督。他在圣神的感动之下进了圣殿。那时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正走进来，要按照法律的惯例为他行礼。西莫安就双手接过他来，赞美天主说，主啊，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吧，因为我已目睹你为万民准备好的救主，就是启示列邦的光明，以色列子民的光荣。孩子的父母听到说关于耶稣的这些话，非常惊异。西莫安祝福了他们，并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，听着，这孩子已经被选定，他要使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和负起，并将成为人反对的目标。你自己的心
也将被利剑刺透，这样使许多人心中的思念被解露出来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主平安。我们每一个礼拜天在弥撒的时候，我们有奉献，奉献礼。那这奉献礼，我们把我们的祭物要带到祭台前。那我们的祭物通常是一定要有的，就是面饼跟酒。在其他的地方，他们除了面饼跟酒，还有其他的，要奉献的。那我们也想到，我们可能会有花，会蜡烛，其他的还更多，在其他的地方还更多。在非洲，甚至他们就带着他们的山羊啊、鸡啊，就带来做奉献，就是祭物。那这个奉献，我们就想起在旧约，应该在勒未记，那在那里有规定，如果人生了孩子，应该是到第八天，到了第不是八天，到了几天之后，他们就是要做一个娶节礼，娶节礼。那他们带的是牛羊，有规定，有几只牛，几只羊。那前面的牛羊是为了做什么？就是为了做全燔祭，以后呢娶节礼。那牛羊的杀法也是不一样，他们有怎么把这些肉放在祭坛上面，也是一样有一些的规定，有一些一定要在那个帐幕外面烧掉，有的是全部在祭坛上面要奉献给天主。那在今天的那个我们的福音是告诉我们，是圣母玛利亚，他们带着不是牛不是羊，是一对斑鸠曲哥。那这个什么这个曲哥楚哥，那这个就是要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家庭是属于穷困的家庭，穷困的家庭。那如果是牛羊，他们要做奉献的时候，他们先要按手在牛的头上，要按手，按手以后把牛杀了。这个是代表说，我们跟我们这个牛、这个动物、这个祭物是代表我们，我们是来到天主面前，把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生命奉献给天主。在今天，那时我们就想象，当圣母跟若瑟带着耶稣到圣殿，这个经幕，跟我们在弥撒的奉献，可以想象，他们带着这个祭物到祭台上面，以后在圣殿里面有一个，他不是司祭，他不是司祭，他是一位先知，就是西摩昂，他就在那里双手，他看到了他们来，双手就接过他来，好像是神父。在那边是把这个祭物接下来，接这个祭品，所以这个祭品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，不再是牛羊，不再是这些那个鸽子啊什么的，是耶稣本身，从他的被奉献于圣殿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耶稣本身是一个祭品，一个祭物，他接过来。他解了以后呢，我们说我们在弥撒的时候，神父解了以后呢，有一个祈祷，一个祈祷，那个奉献的那个祈祷。西摩昂也是一样的，他接了耶稣基督在他双手的时候，他就开始祈祷，天主啊，现在按照你的话，把你的仆人怎么样的那个放你的仆人回去吧，因为我已经看到了，我已目睹你所准备的，这个就是在我手上，这个就是你所准备的，你所准备的。那这个准备，这个的祭物，它将来是怎么样的？替代了旧约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的牛羊，这些的鸽子，不再做祭献的，现在是耶稣基督，从他还小的已经奉献了，到最后他就是永远的在天主面前的一个祭献。
他同时是一个司机，他也是先知，是看在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接他的这一位先知也是君王，所以将来他也是祭物，他实际他是祭台，他是祭坛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从这个的动作也西摩王在那边做代表，这个就是看到了耶稣基督他是代替旧约里面的一那个祭献，他就是在天主面前悦乐天主的心的永远的祭品。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他的奉献，也看到我们自己，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的被奉献。那我们是以可能是以不同的方式奉献于天主，我们在灵洗的时候我们奉献于天主，如果是走那个修道的在发愿或是在那个经铎的时候也是一种的奉献。所以我们都是以不同的方式也奉献了我们自己，那是希望我们是以我们所奉献的过我们的生活，我们过的奉献的生活。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象一起奉献给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天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愿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，施恩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恩师亲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信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
以色列君王，出世之羔羊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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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国君王今日降生，耶稣心善良，就是将下凡，主是做羔羊，圣心和慈祥，龙的似太阳，复活英雄恶，我们心仰望，爱慕泪盈眶，欢迎